哎呀，有眼！哎呀，小白练好几天了，你好歹听完嘛。 抱你吗，悠言。我知道最近有很多事情没有处理好，让你受委屈了。我不知道该怎么做。林子燕告诉我，让我做一件。 我做不到的事情，来表示我的决心。我从来没有想过在这么多人面前弹钢琴，但是为了你，我做到了。悠言，你可以原谅我吗？